真的像到不行啊。这海贝敢真正是塑胶的，用火来个掀看卖，佮真正有塑胶味。苗栗西潭乡乡民代表刘淑梅质疑讲，这种塑胶。在大陆买哈，我一定会很仔细的看。不过你现在是在台湾买的，我没有防备心。中药工会是接到会员关心的电话，即马惊讲影响因的名声。台中甲苗栗的中药工会理事长决定专工在苗栗来鉴定，讲这拢真的。OK， 一剪开来，你看在这里面，啊，这边连肚子这个边哈都有，这不是假的。本来构造剪开的构造是这样子的，你家用干姜的啊，不会这样子。专家讲，海龙海被浸过这两百日会消化掉，卡顿那舌头卡可以断起来。公家药材拢是真的，把它鉴定，它的药材是真还是假的？我、哦、啊，看起来都是真的。我、哦、啊，跟代表解释哦哦，这个中药的这个骨头，你泡酒泡下去的话，哦，它不会烂掉，不会糊掉。这十种大补汤，这药材拢是刘淑梅在十几年前公开8000块，在台中港甲贩卖，已经近十几年。公家药材是保护活络筋骨，平常时啊，嘛会加落炖汤。本来想讲是塑胶的，要甲淡掉。网络也说是那个有假的，跟我们这个一模一样嘛，哈、哦，心情就很放轻松啦，因为我们喝了那么久啦。本来那一大桶，这一大桶要丢掉的，要倒掉的，还好没有倒掉。所以还会继续喝。继续喝，继续喝。专家讲，一般人无法度分辨药材，即个叫是讲是假。提起平常买买保药和药材，嘛是爱去合格和药店买，即袂讲开钱，搁去伤着身体。民视新闻苗栗报道，更加侪精彩新闻，请下载 App 订阅民视新闻网。